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家的午饭啊。要是皇上就叫午膳啊，我们不敢叫膳啊，只能叫饭啊，不敢叫进膳，我们叫搓饭啊。这儿有一个蒸的南瓜和红薯啊，蒸的南瓜和红薯，北京一般不叫红薯啊，北京叫白薯，蒸南瓜和白薯。这是红烧肉，怎么样？看这色泽，是吧？有点垂涎欲滴吧？肥瘦搭配啊，基本上是三七吧，肥三瘦七，是吧？据说某位伟人就是三七开啊，然后这位伟人就爱吃红烧肉啊，然后这个是酱牛肉啊，酱牛肉切了点这个洋葱。这个是当家菜啊，这个鱼生火，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啊。人家说这白菜是解表的，中医讲究啊，叫解表，就是解毒的啊。这个又是酱豆腐啊，老北京的王致和的酱豆腐，巴塞罗那不多，我们从马德里订的啊。这个是玉米面的窝窝头啊，这个。北方啊，叫东北叫什么？叫大碴子是吗？棒渣儿哈，说的不一定确切啊。这是我们家的猫，刚才我跟这做节目，它一声不吭，哎，是我最忠实的一个听众啊。怎么样？颜色看着也不错吧？希望大家都有好胃口啊。疫情虽然严重啊，夺人性命啊，但是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啊。营养均衡，保持乐观的心情啊！这个大灾无情，人有情啊！这个留得青山在，咱们不怕没柴烧。祝各位啊，有好的心情啊，有好胃口，感谢上帝，感谢造物主，感谢咱们的爹妈养育了咱们。再见。